接下来呢，我们就要有请的是我们的何洁、易慧、纪明佳，还有我们的黄雅莉、周笔畅、亮颖，还有我们的李宇春。 对，为大家演唱一首好听的歌曲，送给电视机前所有支持他们的观众朋友们，一首《爱》送给你们，希望大家喜欢。